最喜欢和你一起发生的，是最平淡最简单的日常，面对面看着彼此咀嚼食物，是最平静最安心的时光。我不喜欢你和别人发生的，是最暧昧最不明的隐藏，面对面看着彼此假装正常，是最可怕最恶心的是啊。最喜欢和你一起发生的，是最平淡最简单的日常，面对面看着彼此咀嚼食物，是最平静最安心的时光。